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toine 周瑜，很高兴能来到无限超越班。在这里，我想向各位前辈们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来自《冲上云霄》我很喜欢的台词，为自己加加油、打打气。其实我觉得做人最紧要就开心，不过开心唔会摆你面前，要你自己去寻找。作为一名新人，很开心，很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，也很期待和各位导演的合作，希望大家多多期待我的表现吧，谢谢。